鬼。Hello 啊，各位，阿爸是要开客运的啦，哦，他车子有点问题，要先去修车厂，所以我们等一下会载他，然后再出发。好，哦，今天我们要去拍关洛英，关洛英，哦，这也是我一个小时候想要做的事情。哦，小时候这么好奇心，可以看到死掉的人，我会蛮特别的，但是又会害怕，你知道吗？因为那时候的认知错误啊，我想要如果下地府之后回不来，那该怎么办？哦，会担心嘛？哦，啊，长大之后大概知道他怎么做。好，哦，所以我们先救了这个三五好友，哦，一起要去关洛英，哦，看一下自己的元神功，或者是看一下，哦，自己过世的亲人，哦，看有没有办法看到，因为据说几率有点低，哦，人死后的世界一直都是人们，哦，人们，哦，无法去亲身经历的那种，你知道，因为亲身经历的人都回不来了。啊，如果有真的有亲身经历的人回来，然后讲了这些事情，啊，也没啥人会信，你知道吗？所以这是我们今天要去拍这个关洛英的目的，就是看能不能我自己亲身去看，哦，能够看到什么，要亲身经历才会知道。所以今天我们要满足这个我自己的好奇心，我们要揪着三五好友一起北上，来去桃园关洛英 ，Go！ 你给我看那个奇怪男女，后边后边是根本哦，我该打马赛克，我看这不够了。你看后边遐，我有青烟哦，我看伊冒烟，你根本哦，Go！ 跟我相比。那我们掌声欢迎北斗阿伦。我看你一都关出来，感谢队友。哎，跟镜头打招呼。哎，对，干出一，干出一。哎呀，咱们车满就出发。阿伦，没有问题啦。没有问题啦。好，我们现在全员到齐。啊，阿伦小队。哎，我是整两个礼拜了的。我昨天才点的，靠背。跟这什么对话？那行这家访谈的啦，是看你们想要看到什么。阿发想要看到他未来女朋友，不并不是。阿伦的，大家吗？对，他一旦看到什么，一旦看到什么，一旦看到什么，我爱看大家吧。看太平吗？不是，咱看阮家有诶，开始。会使看福州。我是要死的，是不是啊？你看，可以看到你的守护神，但是你的守护神不一定是自己拜的那一尊。我真的假的？哎，他说是这样子。啊，你想看什么？可能问阿妈吧。跟阿妈。阿公上久啊，那是会使做回来。然后在期待因两个做回来。啊，再就是看自己出会行。看到他们相拥的画面吗？啊，看到阮神相拥的画面。不是，看到阿公跟阿妈相拥的画面。因为讲希望是他们两个一起出来。我可以知道说，嘿，他们在另一个世界，他们没有，他们两个是在一起的，所以这才是令人好奇的点，就是因为死后的世界，我们不可能亲身经历，对，啊，亲身经历的人都已经回不来了，哦，所以我们这些人透过关洛英去看，哦，去想象说，那个世界到底长怎样，那会不会关不起来？有可能，因为几率不高，所以我们今天有三个人。哦，所以看谁关得到。哦，啊，如果像我这种比较敏感体质的，会比较容易吗？你可能关着关着就想起来。所以是我，人是关元辰，我是关单机。哎，你关单机，你来就得。嗯哎。想说要偷偷拍一下哎，你不要这个，我穿这样子，穿这样很棒啊，我就是穿这样子，就这样子直接来。哎，等一下，我还没开场。好好笑哦，大家认得啦，应该认得啦，我们米龙道长，这样子太惊艳了啦。这领导哦，这不是弯刀，这是领导，我是串子，我想问我。我家，我你家。做人鬼所在，你叫我你姐练功绩的，是一间庙。你唔知啦，你哪丢啦？阿廖啊，你拢硬起好吗？我跟你讲，我们等道长一下，因为他说他形象很重要，所以他要去换个妆。换这样比较帅，这样比较帅。我跟你讲，我们新年啊。我们道长好像有个很棒的东西，对，很棒的东西要跟大家分享。
那个正月初五那一趟，对不对？正月初五那一趟。哦，小贺啊，要来这创啊？过年要创啊？初五创啊？喜接财神，财神开市接财神。是哦，初五是非常重要的日子。在每年的正月初五呢，太初玄清宫呢，都会在这个三千宝殿呢，喜接这个财神爷的驾。接财神爷，对。咱阁有特别做一个冒喜的预手礼，来来预烧金阁送你伴手礼，就是这个意思，对不对？是是是是是，首度开箱，噔噔噔噔，哦，那是糖果对不？甜甜的那个白色发那个，是，咱讲食甜甜大赚钱对不？我们是真好心啊，赚钱爱有春呐，所以哦，那是那个小春联，哎，咱这个小春联呢，爱搭在哪里，知不？爱搭在咱的宅库箱的。再来就是这个很重要，钱母的是，哎，这个是阿南道长特别设计的哈。对，你看哦，它是用纸雕去刻出来的，然后兔子呢是回头兔，代表讲咱做什么代志爱关节够熬的艺术。哦，关节够熬。哎，啊，过来就是有一支如意，兔子拿着如意呢，就是讲让你赚钱拢如意啦。那再来就是我们的财符，招财进宝。这一张是符，招财进宝符。那再来就是御守礼。我们也同时会在这个五仔公头前刻一个这个盐，盐哦，咱讲盐会当创啥？哦，对我知，阿耍对不？嘿，这个值得介绍。用抱喜呢，去把兔子呢放在里面，然后大家可以猜猜看有几只兔子？哎，三种都不一样，三个不一样的。然后我们每年都会做三个，代表这个三元吉地的概念。哦，那再来就是这个。这个干拌面，这很棒哦，这个超好吃的面哦，它完全是没有这个色素的哦，然后都是天然的颜色。大家煮面的时候是不是面的滚？嘿，啊，滚的是代表财源滚滚的概念，钱在滚，对对。好了，以上就是我们的米龙道长，我们叶君涵道长他工作的地方。哦，这个地方非常的方便啊，哦，在这个台六十一线。桂林，好，跟他家，好，跟他滨海较侪，好，来个在香山大庄这边，好，可以来这边太初玄清宫。有点冷，为什么你们北部就要跟人家不一样，就特别冷？不过还好，我车上都有放外套。你两个就是恭贺而已啊。好，我们快到了。这一间是在桃园，它在这个北新街上。哦，这也是我就搜寻关洛音，它就跳出来。好，我没有特别选，也没有特别找什么。哦，而且我们本频道就是这边要再声明一下，我们就是分享有趣的这些事物，哦，新奇特别的事物，好，哦，给大家看。好，哦，并没有要鼓励，并没有要推广大家去信什么。好，要讲清楚，我们纯粹是要分享，哦，这一次关洛音的这个心得，这样子。哇塞！我就在这里，就在这里，隐身在这个住宅区巷弄内，是吗？有预约吗？有，我们是来拍影片的。好，可以全程都可以这样一直拍摄哦。可以啊，可以。好，可以。那我们先换拖鞋，你方便换吗？哦，可以啊，我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好，谢谢。我帮你拔掉这个。好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残障的 logo。残障啊！我想说，我忘记好了。不好意思，哎，出去，你出去。为什么？阿发突然精神整个来了，不知道为什么。我不知道为什么。你今天不是要来看你未来的老婆？我小王是看到了。你有。好，你好，你好 ，Hello。哎，等一下，这跟我想象不太一样。我本来想说会可怕可怕的。跟我想的一样，我觉得好舒服。对，我觉得好舒服。这边就先来填一下资料，一人两炷香。这边会先引导你来做个参拜，先拜天公。对，我们拜一下就可以上一炷香。要照着念。这是我们堂主哦，吕志荣老师。好，老师好，老师好。你好。好，老师，我们想要请教一下，就是怎么会有这种观落阴、观灵术这种法术的出现？这个应该是说，是传自于李三派。哦，善乃夫人就是从哦吕三派，善乃夫人陈金姑，哦，他所传下来的一个观落阴的一个术法，然后其实他一直在福建跟台湾地区流传，到我父亲就是那个李金武大师，
的时候呢，就把它改成观灵术，哦，观览灵界的一个术法。因为以前观落阴的话，就是想说，这个观下去到阴界去看往生亲人，但是观灵术的话，它其实是可以到天庭去看神明的今生，或者会动的神明长什么样，可以上去到上面看神明，对对对，然后也可以看自己，像我们人在这个灵界有个对应叫做本命树、花树虫，或是探云成功，是不是关系到自己的健康状况跟运势？对对对对对。啊，如果说他看到他元成，我自己的元成功里面有一些比较不好的，是有办法处理。对对，像有些人看到有蜘蛛网，那代表他有霉运。最近运势比较差，好，希望借由这个元成功的调理，把那个蜘蛛网把它扫除掉，或一些灰尘把它清一清，运势呢，所以奇怪就会慢慢开始顺利。哦，这个就是调元成功。调元成功。对，然后还有刚讲探花树虫嘛，像有些人怎么去看医生，怎么看都看不好。想要探索他到底原因出在哪里，有些人是有累世因果啦。啊，有些是被人家下符或是下降头等等，哦，去冒犯到你，都可以在这边显现出来，也可以在这边化解掉。对对对对对，再就是我帮我朋友问，是我一个朋友说，有没有看到他未来的姻缘？可以，好，我举个例子，在元成功里面有个铜镜，这个铜镜就是显现你的过去三世跟未来三世，还有一个问题是我们小时候迷思，包括。一般大众普遍的迷思就是以前听说啊，如果这个观落阴如果回不来怎么办？因为我们观灵术它是人有三魂嘛，那我们吹动这个咒语是让其中一魂到灵界去，从来没有发生过什么回不来问题，算是安全的，对不对？对对，其实就是像小孩子那个受惊吓，我们帮他收魂收一下去，收魂收一下回来，对，因为以前不知道都会怕，对对对，就是可能有些人会参加前会有这个疑虑，但是。其实只怕你关不下去，不怕你回不来。原来是这样，好，解除我们心中的疑惑。好，那就等一下，就是期待，也希望可以关成功。对对对，希望能够可以顺利。顺利可以看到自己的元成功。对对对。好，谢谢老师。好，谢谢。访问你。可以啊，好。你有关过吗？有，我有关过。你是有亲身经历，有成功？有，我成功一次吗？我是第三场的时候我才下去。第三场才？对，第一二场我还没有关进去，第三场我就下去了。前面试了两次，我想说好像没有希望了。到第三场我就开始慢慢有一些景象，初期的景象有点像是会有一些。光啊，红色、红的、红橙、红绿、蓝靛紫都会的光，对对，就是一个微微的光。那时候你就要举手跟老师讲，老师就会辅助用一些咒语去带你这样子。有一些信众可能到第三场或者是第四场才跟我说，师姐，我刚刚有看到景象，这时候其实已经来不及了。去北湖啊，对，走到门口了。就是我们每次听到都会中风，就是觉得你有什么刚不讲。开玩笑，那所以人家看到有光，对，无论是看到什么景象，或者是看到白云啊，或者是一些闪电，就是可以开始赶快跟我们讲这样子。对对，你外国这边看到杨秀慧哦，看到那个看到白云老婆，对不对？还要看到未来老婆，你敢不敢看到我？开玩笑。有什么美感吗？就是尽量我们就是保持放空，不要去想说啊，我一定要关入。保持放空。有些人就是会一直执念说，我想要关入。这样的话比较会关不入，就是放空，但是不要睡着。那你那一次是看什么？我那时候想要，我看我奶奶跟看元成功。有看到吗？对，我顺利看到我奶奶，就觉得很欣慰了。期待你们关入，先去看元成功啦，看一下自己的元成功跟花树丛。好，对，谢谢你，谢谢你。OK， 我们现在在等待那个观录音开始。我坐在这个位置，突然觉得紧张。一开始是要先看这个前导片，注意事项。要开始了。第一阶段结束，我觉得那种心有点难静下来，是没有想睡觉，就是心头很多杂念，所以是第一阶段没有成功，我们还有三次机会。刚刚阿发其实已经看到虫洞了，金光，试试看哦，这就是他们说会气死人的地方，就是你明明已经看到那个洞，但是你觉得不是。你刚刚就已经看到虫洞了，虫洞过去之后就看到了，这差那么点，你为什么不再努力一下？你已经看到了，没事。
刚刚阿浩说看到一个光点，然后一直过去，一直过去，然后看到一个很像日式的城堡，就有点像那个什么名古屋那种的。结果他以为是他幻想，然后就错过。这是一样啊，就是。你刚刚看到什么？就是皇宫飘来飘去这样。没有没有特别感觉，就是他一直跑，我就跟着旋转。对。然后里面你看到房子，他不举手，很像一栋大楼，很像百货公司，然后里面有很多鞋子。他为什么不举手？为什么不早说？为什么不早说？我真讨厌你，为什么？那个等一下米奇就问他。有鞋店，然后有三四个人走不到鞋店。你都已经看到这么明显了，你为什么？我不确定很清楚啊，我不确定那是想象出来还是看到的。你就举手。我想要想象还想象不出来。等一下，我这里觉得，因为他是我们在场最爱捆的人，他会不会因为这样子，所以最放松，最容易进入那个状况？最放松。因为我们脑袋都静不太下来，就放轻松，放轻松，所以他比较容易看到，因为他比较爱困。最后一次了，剩最后一次。老师亲自带。我看清楚，好像在那栋大楼前面。在那栋，对。那个大楼是几层楼盖？很高，我不知道多少。很高，好，先进去看哈。不行，你跟我讲，我会帮。没办法进去。我念咒语让你进去。没办法进去大楼里面。没关系，我念咒语帮你进去。阿发成功了。就变成一个草原这样子。草原，这个就比较正确。我们往前行哈。草原，这个草多长？就一大片草原这样子啊，那你试着摸那个草的感觉，大概就是比你的膝盖长，比你膝盖短，短啊，对，很短。好，我开始念开路咒，就往前开，往前走啊。经过草原了吗？我看到一种那个矮房哦，三合院，然后没有旁边那种，没有旁边那种在这里，就是老旧房子那种。你看看那个门牌有没有写你名字？有，那就是你的元成功啊、哦。我们走进去看一下哈、哦。很乱，很乱啊，脏。你现在浴室是不太好，客厅，你看一下客厅在哪里啊、哦？就好像一般神明厅这样子。神明厅，那上面是公共还是神明？好像是妈祖或太子。有两尊啊、哦。就感觉好像是那你跟他拜拜一下啊，因为他是你的守护神，元成功的守护神啊。那你跟他拜一下，请他可不可以现身啊，来跟你指示你一下。你看清楚他是太子爷还是妈祖？他是妈祖是吧？好像是妈祖。那就拜请那个妈祖娘娘啊。看看附近有没有镜子，有看到吗？有了。好。你说你叫什么名字？跟那个镜子拜拜一下，你就请他显现你未来的这个老婆，或是说看到铜镜，传说中的铜镜，就是未来对象啊、哦，好的正缘。好像没有啊，没有看到。对，是镜子没有景象，只有看到我，看你自己，看到我自己，然后呜呜的这样子。有时候缘分也不能太强求，就是真的好的缘分来。再珍惜把握你除了姻缘这个部分，有没有什么财运或是事业，或是其他什么看？我是有看到外面一棵树，然后枯萎这样子。那个你请示马总，那个是你的本命树吗？好像是。那是什么样的树？只剩下枝而已，没有树叶。树叶掉了。对。你循环不太好。好像是。因为循环不太好，那个树叶会掉。你再看看这个树有没有什么缺点？它是在一个砖块叠起来的那个花盆里面。你内心是比较封闭的。好像是。因为在盆子里面就是会有比较有阻碍。像请妈祖先帮你加持一下，因为你的叶子掉光，还状况还比较严重。
请妈祖帮你加持一下，我顺便请花公花婆来帮你整理一下啊。有人来吗？一个。阿伯吧，阿伯啊，都大概几岁？很老很老。你的福德不太够，要多做点善事。好，因为如果说我们善事福德多的话，那个来的都很多人，然后比较年轻。那请阿妈祖有没有帮你加持一下？好像我稍微有叶子，有叶子，绿色、绿色、绿色。那我们去看一下你的财库，神桌右下面。啊，你看一下那个财库里面有没有金银财宝？不多，不多。对对对。哦，你看到有哪些财宝？就纸钞而已，纸钞比较多一点。我请那个财神爷叫你帮你加持。好。有人来了，就好像真的有一个财神，五财神过来。五财神是不是？好，他你就跟他拜一下。跟他拜一下，因为希望他帮你加持。变里面变原本空空，然后现在变跌满。10,000,10,000,10,000这样。这么好，好，那就有空要拜一下我财神，好，那帮你加持。那我们去房间看一下，好，我们进去看一下。有一个女生坐在床上，她可是我看不懂，看不出她长怎样。你会觉得靠近她是冷冷的，是热热的？热热的，热热的。她说她是我老婆。怎么？那就看到了，大概几岁？看不太出来，是你的，可是就有点古拙的样子。你喜欢吗？还好。我这样讲，他把我赶出去。我们说话稍微得体一点。你说感觉还不错。还有什么想问的，或者说朋友有什么事情想透过帮他问神明帮你指示的也可以。我突然不知道想问什么。那他这样能看得到我的元神功？可以啊，你要可以带关哦。可以。是我看到一个樱花树。我的是樱花树。对。Why？ 本命树。看那树有没有什么问题，有没有什么缺点？不会很大颗，可是这些就是樱花树，看得出是樱花树。樱花树。樱花树。开花是不是？有开花啊。哎，好嘞，好嘞。你是竹子。你竹子，我竹子。你是竹子。哎，都马上就谢谢大家。那竹子状况怎么样？有没有什么缺点？意外的很旺盛，很旺盛，身体还不错，身体健康。对，好的，好的。你要报名吗？我蠢，我蠢，可能比较远了，你要等一下。我蠢，我是需要狗，我是要走。那这样看得到我的元成功啊？那先去看蔡老贵的元成功啊。踩着他那个什么风火轮，风火轮下来。好，我看到铁皮屋而已。铁皮屋啊、哦，对，没关系。哦，我因为每个人的元成功的材质都不太一样。哇，铁皮屋啊！你看那个，这个他的房子大吗？还好，跟我差不多。差不多大。对，好，我们进去看一下。他家的神明跟我刚好我自己家很像。是哦。就一样传统这样子。哦，也有哪些神明？关圣帝君。帝君还是帝君啊？还有谁？妈祖太子这样。三尊啊，三尊神明，你自己有什么想问的？财位好了。财位财库是不是？财库好，帮他看一下财库。一样在神桌右下。右下方看一下。一半的钱，一半的珠宝。哦，那也不错哦，有珠宝哦，珠宝珠宝。需要做调理。我把他那个保险柜关上了。啊，你没有偷拿、哦？没有。马亮王浩。好，我念咒语帮助你一下啊。有到了吗？好像没有。啊，是哦，你问太子也是什么原因？他没有说原因。哦，个人有没有什么问题，直接问太子比较快。看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让生意改善更好一点？生意是不是？对对。好，你问太子。他可不可以再开另外一家？想开另外一家啊？你们大概想说开在哪里？就是一样跟嘉义就好了，嘉义就挺好，好不好？他点头，可以好，那可以啊。神明进来你允许的话，就这种问法会比较清楚。好，还有没有其他问题？我手滑掉了。那就先把他收回来。好，你手放下，我帮你收回来。好，接下来三千左右，今天全部变成钱，全部全部变成钱，我还差这个八毛，没错。
香顺便好猛啊！恭喜！好猛啊！我帮你收一下。哇塞！我铁皮屋嘞！哎，领导多铁皮屋哦，没败啦，没败啦！我做设计，是不是会贵？做设计的，做设计的，不要紧啦，我导，咱靠自己努力导导。不要紧，不要紧，你好点啊！聊天真的，我有珠宝，可以分一点给我吗？你这是不是在搞影响？我跟你讲。这样子惊坏了伊，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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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好险，我们有一个人有成功关到，虽然说我们自己没有办法亲身去经历，有点小可惜啊。不过这也是真的是随缘随缘啊。我们阿发有关到教，他也顺利帮大家问你们想要知道的事情。好，我们有机会再来关一次。好，本期影片到这边，拜拜。